来看到这台东南回有四个乡镇，底下这个啊小米加这红梨加秋刀，这三种原住民传统的这粮食，算作是大出。啊，农民叔啊，那在杀这南回三宝，嘛特别请到这少年的料理师傅啊，做出真健康好食的便当，好不好？秋刀先用水浸一工，了就用水煮，会当当作西餐青菜、生菜沙拉。秋刀拿切些，会当甲马铃薯放伫咧盘底，等独白烘好了，放伫咧盘顶，就敢那是西餐的主食。搁再用小米红梨饭掺三层肉酱，捏做饭圆，放伫咧便当内，这就是南回三宝杂粮便当，好食搁营养。这个餐盒我的设计理念像在吃一段法式餐点这样，它有前菜沙拉，然后你还有主菜的淀粉汁。小米红梨秋刀是台南县南回四乡的地原住民传统农作物，也是因的主食。台南县正式面积200多公顷，在国内算是量较少的农作物，严格是健康的食材。消费者较唔知安怎料理。农粮署东区分署希望用创意料理发表会营销南回三宝。便当这样子方式来去做推广，那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方式，有一个更多样的，让消费者更多样的选择。农粮署东区分署强调，小米红梨秋刀生长伫咧少污染的南回地区，消费者会当安心采买，帮助原住民农友增加收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